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一排完成后的样子。左侧还剩三个辫子，暂时不勾。将起针多余的线头剪掉，我们在这一排任意位置扣胶扣，标记织片的正面。接下来勾第二排，将织片反过来，注意辫子都要逆时针转动织片。线头现在在织片的前方，钩针放在线头的上方，在前两个短针针目中勾两个引拔针，注意第一针不要穿透位置。左侧第一个辫子是引拔针，从第二个辫子开始勾。一、二，往下勾四个短针，在第二针上做好标记。完成后勾一个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个针目勾两个短针。一、二，一个短针加针就勾好了，接着勾一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。同一个针目勾出两个短针，继续勾一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。完成后勾六个短针，一个引拔针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二排完成后的样子。接着勾第三排，逆时针转动织片。同样，先在前两个短针针目里勾引拔针，注意第一针不要穿错位置。
大家看，这个就是一个叶子全部完成后的样子。大叶子的钩织方法和小叶子类似，大家自己对照图纸把它们钩完，这里我就不演示了。接下来学习织片的编织方法，来看图解。采用锁针起针，沿着起针的这一排来回往返钩织，钩织过程中需要来回换色，形成花纹图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首先锁针起针，实际起针用线一，为了方便后面钩织，我们取线团中间的线头起针。这里我用小样作为演示，起63针，配色随机，具体起针数请参考图纸。注意起针辫子不要勾得太紧。起完需要的针数后，分别在第一针和最后一针上做好标记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起针完成后的样子。下面开始勾第一排，先勾第一针，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这个起立针对应下方交扣上的辫子，在里面勾短针。注意这里入针位置，我们挑这个辫子的里衫，可以看到一个辫子是这样的 V 字形状，反面中间有一根横线，这个就是里衫。挑里衫勾短针，在这一针上做好标记。继续在相邻的辫子里衫勾第二针。往下一一对应，挑辫子的里衫勾短针。